鹏鹏，哎，你要不要换个漂亮的衣服不？没事啊，我就这样去呗。拍出来又像偶像剧的，我的天哪！我刚想说拍的跟偶像剧一样，您这一出来，行，就这样吧。嗯，这才是我鹏鹏呀。我们去摘野草莓了。你看看月月这穿，月月每回穿完衣服那个比例都是一比一，上下身一比一。也是个小短腿是吧？特别可爱，而且月月很着急要换衣服，我以为他要换的啥，换出一身这，比例又是一比一，可爱。怎么还在磨咖啡啊？要慢慢的磨。月月是吗？叫。对，沈月，沈月，